才刚开幕，今年夏天最受瞩目的水上乐园，八月才刚开幕，很多盛事都是亚洲首创。活力满点的济州当地海鲜料理，鲍鱼粥，鲍鱼粥一定要吃一下的啊！真的，你是贵妇。韩国汗蒸木爆汗初体验，哇，好热哦，67好热，我有感受到每个毛。红珠，怎么了？夏天都快过了，我新买的泳衣都还没穿过哎。走啊，那我们周末去海边。可是我也好想出国度假哦。你拍戏可以控制这么多天吗？哦，也是。那不然我们找间店出去喝咖啡就好了。哎，我想到一个地方，要不要冲一波？快把你的护照准备好。说走就走，闺蜜小旅行。你有多久没有出国度假了？是不是想去想玩的点太多，而时间却总是不够呢？没有关系，闺蜜小旅行将带你前往韩国济州岛，来去什么都有、什么都好玩的济州神话世界。超开心！这是我今年夏天第一次碰到水，我新买的泳装终于可以拍穿泳装。来来来，就超级期待的。我跟你讲，你泳装新，你知道这里更新，今年八月才刚开幕，很多设施都是亚洲首创，亚洲首创。没错，2018年八月才隆重开幕的神话水乐园，是今年夏天最让人期待的秀事之一了。包括亚洲第一个230公尺长的超长滑水道，还有其他3种不同类型的水上设施，就是要让你 crazy high fun 一整个夏天。我们现在在身后的这两个就是亚洲首创的滑梯，没错，这个有巨大叶子造型的叫双旋风滑梯，就是因为它的巨大叶子让它造成一个高低差，就会很刺激。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飞碟滑梯，听说它是亚洲首创最长的，天哪，最长的，天哪，不是，该不会一坐就半个小时都下不来？超久，刺激感里面，我现在赶快迫不及待了，等一下，可是我好害怕哦。好，其实我也很害怕，有事吗？那不然我们每一个游乐设施前先猜拳，输的就下去，好不好？这样公平。好，可以。那我们现在先赶快去体验看看。加油 ！Go！ 紧张，又害怕又期待。对。啊！喝到了！啊！看起来好刺激，但是又很好玩呢。对啊，可是它好像是最多可以四个人一起坐的。脚脚可以这样勾在一起的。太可爱了吧！好可爱哦。手不要伸。释放我的压力，就是最近压力比较大，所以要透过玩这个释放。啊，会紧张吗？超级紧张！林子加油！超白加油！Thank you.
在神话水乐园里，除了刺激好玩的滑水道，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的水上设施，像是超级海浪池、流浪飘飘河等，让你可以尽情享受玩水的乐趣。另外，在这里还有一座大型的室内戏水管区哦。大元，你很弱哎！你看人家小朋友玩得多开心啊！在这里，除了戏水设施之外，还有休憩 SPA 区，让你可以稍微放慢脚步，放松一下。干杯！好啊，好舒服，这里好棒！而且你有发现这个泳池很特别，它是那个无边界的，就像一片这样整个看出去，视野超棒的耶！饱览整个游乐园、水上乐园，刚刚下面就是我们刚刚吃玩乐的地方。对，那个绿绿那边。但我发现这水上乐园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它几乎所有像我们今天玩的滑水道都是可以双人以上一起玩。对啊，所以你就是很适合我们这种胆小鬼，就是要互相陪伴，因为欢乐就是要跟朋友一起分享啊。所以你找朋友一起来，你们最多你可以四个人都是玩各种设施一起玩水，真的。对啊，超开心的。海默给斯密达，也可以出发了。好饿好饿，因为刚玩完水，就整个消耗了体力。没错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吃的就是补充体力的大餐。是的，济州岛最有名的就是海鲜了。这间济州膳餐厅特别选用了济州岛新鲜捕获的海产，以及当地时令的野菜，烹调出活力满满的美味料理。太开心了！那我们先从前菜开始吃好了。哇，这一看就是满满的海鲜。对，因为济州岛就是海岛。对对，这里面有虾子、干贝跟花枝，有点那个酸酸甜甜的，就是酸酸的会让你很有开胃。对啊，然后跟海鲜也很搭配，非常的清爽。前菜吃完的顺序，我们要再吃粥，鲍鱼粥。鲍鱼粥，鲍鱼粥一定要吃一下的啊！看起来都好浓郁哦。对啊，完全是可以真的好好补充体力，而且它里面就是。总共好多片的那个鲍鱼哦，我第一次吃到鲍鱼粥哎，我也是第一次吃，而且就是你可以感觉出来，他们粥是熬到已经是连米都已经这样烂掉了，然后所以它会吸饱的所有的那个鲍鱼的鲜味，真的耶，好吃。它那个米饭已经炖到就是有点快要成泥了，对，泥的感觉，对，体力大概这样子开始慢慢，如果有个能量表的话，慢慢上升。哦，接下来这个是。海胆海带汤哦，那因为其实韩国人他们本来就很喜欢海带，然后因为海带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营养，然后可以补充体力，像他们在生日的时候啊，或是生完孩子的时候，都会用这个来补充体力。但里面加的海胆是济州的特色，对，就是海鲜。因为听说就是一般人可能就是再有钱一点点，顶多加个肉啊或什么牛肉这样。对，他现在加的海胆耶，你是贵妇，贵妇吃这个。天哪，完全没有腥味，好鲜鲜味，新鲜的鲜鲜味，嗯，好好喝，真的太幸福了，因为它好 Q， 对，我觉得口感变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在吃生的海胆的时候是很绵的那种感觉，可是它因为它把鲜味都在汤里面之外。然后它的海胆吃起来就变 Q 的了，像鱼软，有点鱼软的那种 Q 的口感。咬的时候会有小小的这样滋滋滋滋滋的声音，嗯，好好喝。那你要重头戏了吗？有听到噗噗噗，你最爱的肉，真的牛肉锅，你看它满满的肉。而且听说他们是放养，所以他们的肉一定很 Q 嫩，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这样，每天都在运动。好香哦！上面好像撒了一些像韭菜的东西。你看，我就说他们已经狂运动，他们肉完全是 Q 弹的哎，好有嚼劲哦，对，完全，超入味的，好好吃。我懂你说的意思，因为它的肉是比较不是那么多油花的，对，所以它就是偏嚼劲，然后非常入味，而且我觉得
很适合女生吃的原因是因为它算是清爽的，嗯，可是又可以完全吸收到牛肉的鲜味，然后还可以补体力，因为牛肉你知道就是体力的，就真的完全是一个补充体力的 set。而且里面怎么里面还有冬粉？哎，这是冬粉吗？他们叫对韩式的冬粉，好好吃哦，这个好棒哦。吃了元气满点的美味料理，补足了体力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拯救地球啦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样感觉出来我们在干嘛？大家看后面，这是变形金刚的门，超酷的。我们来到的就是变形金刚的互动式展览馆，而且方便是它就在园区里面，没错，超级棒，太开心了吧！好紧张啊！好帅哦，这感觉都超帅的。哦，现在我们到一个很高科技感觉的地方，感觉有点很刺激耶，又伴随着那个音开始了，哦，它在拍变身了，要跟我们说话吗？哦，哎，超可爱啊！嗨，擎天柱 ，Hello Hello， 现在擎天柱在告诉我们，有没有请那个有摧毁？对，又有敌人来破坏我们家园了，他登陆地球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跟他一起摧毁，一起作战。敌人，天哪，身不受刃。站在这边，然后手对着圆，哎，这是脚还是手啊？啊，脚，脚过来这边，对着圆，哎，嘿，往前一点，然后再左脚，对我吗？完成了，回，哎，这是枪可以换。直接穿这个，好帅哦！天哪，好酷啊！有了，耶！你的变形金刚完成了，帅！在这边观看机器人的内部结构，天哪，超酷的！哎，啊，他的眼睛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在这座变形金刚互动式展览馆里，还有 3D 虚拟实境体验，可以化身加入变形金刚的战队，以及各种互动游戏。让你经过每个阶段的闯关学习，晋级成为变形金刚的最佳盟友，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加入保卫地球家园的圣战。看到我们现在头上的这个算羊角的这个包包，就知道我们现在来的是汗蒸木。来韩国一定要来汗蒸木，而且我觉得很棒，是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园区里面，它就直接具备了这个设施。嗯，哇，好香，好香哦。好疗愈的味道，木头味很重哎，而且温度刚刚好，好舒服。这种就是最初阶可以开始先疗愈你的身心的。你看，这一件就是67度，67度哎，感觉应该很热吧？哇塞，哇，好热哦！我会不会直接？好夸张的热，67，好热。但是我现在觉得好温暖哦。你的镜头不会起雾吗？哇。又有一种淡淡的香气耶，因为它是那个黄土石，会烫吗？嗯，不太会。真假的，可是它不是就从墙壁散发温度？有，你要把它贴着就会温温的，但不是烫。哎，我觉得这边很特别，就感觉好像在搭一个帐篷这样子，圆圆的感觉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他们有听说以前在古时候，他们其实就是这样圆圆的，就像一包一包圆圆的。然后，但是那时候是只有贵族。就是比较有钱享受吗？对啊，现在就是变成全民的，就大家都可以很轻松就可以进来享受这一切。哇塞，你看这件78度，好像是这里最高温，觉得就是哇，好热气，直接比刚刚的那个有的天哪，热，好热！我有感受到每个毛细孔都打开，哎，全部都是碳的，哦，这是碳呐，好酷啊，好酷！你觉得碳听起来就很厉害。对，感觉好像，因为其实像有什么竹炭水啊，然后或是竹炭的枕头，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味道。对，真的好舒服，每种材质都很棒。在这座塔莫拉桑拿房里，除了传统的汗蒸木之外，馆内还设有不同水温的水疗按摩池，以及室内和户外的景观游泳池，真的是太舒服太惬意了。偶像的偶像 GD 咖啡迪加啦。什么？这个就是这边贩卖的福袋，然后这边你看还有GD的亲手签名，太珍贵了吧！你看。